Hello，大家好。欢迎观看我的视频。小狗仔到我家，不知道有多高兴。跑到外面干啥子？哎呦我的妈！心情好，吃什么都香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噩耗？小狗仔在无忧无虑的玩耍。旁边有一只小火鸡在叫。小毛孩子看到小火鸡很好奇。小家伙玩累了想睡觉喽，再见。